不是我们 order 的毛血旺的车。介绍你们就是泰国，泰国好在这里的不费，只需要389baht，要大概是40块，40块左右的那个不费海鲜。哎，你会吓到，其实不是马来西亚人喜欢来，那泰国人也喜欢来的，你看。看看他的场景是多么恐怖，40多块的那个午费，你可以看到，哇，真的是实在拖人，好像根本就是好像一个巴蒂这么样。哦，你看它的场景是多么的恐怖，多么的多人。就是说，很多人都说，来好在吃不费，会觉得很奇怪吗？没有吃过不费吗？这里的不费很特别，我觉得你们在马来西亚是不可能有这一种不费的，因为太多东西了，很贵的东西，或者是比较奇怪的东西都有。看，六家哎，来，慢，这是加进来两瓶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福建的叫好，然后这里呢，你能吃多少，就拿多少，然后不要浪费就可以了。这是螺，哇，太厉害了。我还有就是螃蟹，螃蟹不是。是非常不简单的，你看，这里拿，你能吃多少就拿多少，手动，任你烤 ，OK，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说，那是鱼类嘛，这里特别就是说鱼类，你拿的时候是不需要自己烤的，上那边厨房，会帮你们烤，哇，这里鱼太多样了，这是好巧，真的。红鱼，那么肯定你要的，那怎么煮？你只是要给他们号码，因为有可能泰国话我们听不懂嘛，我只是不是听不懂，是不懂怎么讲嘛。你可以看到。OK， 好。是非常多人的，真是太恐怖了，真的那么好吃吗？然后等一下子我们吃一下，这里就是它的饮料，有这个冰头，有这么多人。 OK， 还有一样就是说，这里如果你懒惰，然后只是肚子很饿了才来怎么办，就是这里有现煮的也是这里呢，也是不费烧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水果，有寿司，有烤的，炒饭，面条。看到炸什么也不懂，就是应有尽有就对了。那么还有你们喜欢吃烤的，或者是煎炸的。
这水果这里呢，这个是火锅料，然后肯定还有火锅料，那steam过的料理全部都有。这里对 OK， 我们泰国喜欢 sticky rice， 也这里呢，是泰国的布布茶茶。